备。这个求婚我大概准备了2个多月，我瞒着你偷偷联络了你的好朋友，我也找了很多照片做了这个影片，因为你跟我提过你想要一个浪漫的求婚，我都有慢慢的在准备，希望今天做的这一切可以让你看到我的用心，宝贝，我爱你。不叫呢，就是我们到了新港会一起从那边过来啊，我是服务生，我会在门口说，哎，请问是2位吗？然后我在对，然后我就把他带进来。对你说的未来的承诺都会做到。我知道今天可能很临时，然后我们的婚姻也很赶，但是我答应你的买房会在我们的时间内实现，我也会给你一个美好的家，我爱你。宝贝，嫁给我吧！我愿意。这是掌声，恭喜你们！You're the best thing I've found.